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如果跟同学沟通的话，是有些事情不可以讲，然后不可以跟人家比赛，不可以比较，比较说你有这个我没有这种，那你又说到学校去就免不掉，所以你觉得这也没办法。这个比较呢，源自于人性嘛，啊，老实讲，比较的心看你怎么去运用它。可是别忘了，这个人的企图心的来源也是来自于跟人家比较啊。好，我想要过比你更好的生活，人一定要有这种企图心啊。所以他这样都没有在教东西，因为小时候他并不会赚钱，他就会叫妈妈买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小时候如果消极，长大一样就会消极哦。他觉得无所谓，没关系，我就吃饱饱的，然后我就。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在哭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会说你在消极啊，你在消极啊。对，我想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然后明明才三个月，快点让他站起来啊。小朋友应该没有人爱吃药的吧？一直要哄他，然后跟他哄，喂一次药要喂一个小时。哇！所以最后他真的有吃吗？就三个礼拜啊，我三个礼拜我就这样子每。哎，朋友，有一种东西叫做注射筒。注射筒就因为太注射筒怎么用？你该狠心要狠心。对。小孩子你不能让他有时间生病，你知道吗？抓着，嘴巴撑开，撞就下去。哇塞！啊，还不能放手哦，他会滚。没有小孩子会自己把自己噎死，更何况你在他旁边。当过兄弟真的不一样，真的要这样吧？我要学习一下，真的啦。那王宗平，你是说小孩会抱怨？就是他们就是在家里说很无聊，那我会带他们去成品或是哪里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讲，也就没有创意。然后每次都去那里，那我就绞尽脑汁就想说要带他们去哪里，那问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嘛。他们当然不知道，他们是小孩啊。那我就说好，那爸爸开着车呢，那我们一路上边开你们边想。可是已经开到那要开去哪里？我说你们想到了要去哪里，而且我都会叫浩然一起就是参与意见嘛，都不知道。你们不会上网 Google 哪里好玩啊？所以我有时候就说要认识台湾之美，我就带他们去那个淡水，或者有时候就是那个北海啊，就是野柳啦那边去。然后呢，几次之后他们就觉得也很无聊，所以每次呢，我其实我都觉得很无力感。请问无聊是怎样？你到了现场没有事情发生，对。那我很想训练我的儿子，他们就是有家庭观念。那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带你们去露营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全家露营，大家一起，对，把那个帐篷撑起来，然后套起来之后，然后让小孩子知道说，原来不是只有电锅能煮饭，我们也可以用野炊啊，对，野炊这样子。是，然后棍子不只是用来打小孩的，对，他也可以来生火这样子。你们家棍子原来是用来打小孩的。太太难道不应该在旁边一起凑去吗？就说来我们来搭帐篷睡地板，要是我就会一起凑去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爸爸都是说风凉话，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妈妈做。你说野炊爸爸怎么可能做？爸爸顶多生火，其他的东西都是妈妈在做，所以老婆怎么可能会去？生火很难哎。夏克力洗到婴儿了吗？我的希特大的屁屁啊，我就是小孩子要就是要带他进去，对，然后进去然后开那个水。然后所以开始流，然后要热一点，所以要挖过去。你演太细了。来，然后摸一下，然后就 OK， 好。可是他的手会到下面那边去，我说不要放手。可是你要就重点哦，不好，然后不好了，后来就 OK 好了，要回去。哦，给我下面，给我亮亮。关掉，嘴都快关掉。啊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。什么东西要去拿卫生纸？怎么做啊？所以就变得 OK 好，去然后这样子哦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拿他的假的一手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拿那个卫生纸啊，好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放卫生纸到这边，然后再动啊，哇，然后再丢掉，这。好不容易，为什么要一个人呢？新爸爸，新爸爸，我跟你说，他在玩我，他去睡了。他塞到小孩嘴巴里面去的，有一块专门擦狗的小便的尿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尿布塞嘴巴？不是，你们可以听我解释。而且小孩含了很久，他也不拿出来。不是，我有拿，但是小孩的力气非常大。是有比你大，你不要放就好了。不是，我怕，因为他现在长牙，如果你他扯，所以是医生说你的小孩要吃狗的小便吗？基本上我是当下，我真的这是爸爸的疏忽了，因为我就随手拿了一块抹布。
然后就擦他的旁边的东西，然后擦完以后我就忘记，我就放在旁边，因为我忘记我现在小麦他会到处爬。所以当时妈妈在哪里？他去买菜，另外一天他在房间里头休息。OK， 所以你是跟他轮替着照顾小朋友的。对。儿子，好，来面对一下。国仁豪，你死定。Nina， 儿子多大？刚满11个月。如果你先生为了小孩子可爱的表情，偶尔给他吃一些有味道的东西。你最大的极限可以容忍到小朋友吃些什么？糖果只能小孩子，他要可以一吃下去融化那种。柠檬片，那个我也有试过，可以，因为它就是水果。OK。对，就是给他。威士忌呢？如果颗粒状的东西吸进去以后，可能会卡在气管，那他就完蛋了。哦，没有，他没有这样做。对。他都是给他一些入口即化，他都是柠檬片啊。对对，哦，柠檬片是水果，就沾一点味道，让小朋友有一点酸酸的样子。是水果切片的柠檬片吗？嗯，不然还有新的还有别的吗？一整颗柠檬吗？我以为没有，我以为是想说那种有没有口含锭那种，口含锭不行吗？不行。所以小孩可以跟狗最大的接触到哪？摸它 OK， 可是摸完要洗手。可不可以亲亲？嘴巴不行吗？现在因为。我们家狗有时候它会生气，会去吃大便。如果亲了，哦，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，那就可以啊。所以小孩子吃狗大便吗？平常当然没有啊。你是说他会吃自己的大便？我说狗会去吃自己的。狗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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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会这样问人家狗会吃醋？怎么会这样问大便？因为他说他生气会吃大便，我两位都很惊讶。对，然后你们两个是不是？我想说。如果他连狗大便都吃，不行，其他东西他的小便狗吃自己的大便最不离谱。我儿子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他会有点不乖，然后我就跟进去的时候我就跟机长说，机长你等会儿可以跟我儿子讲两句话嘛，因为要他坐好。嗯，后来他就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高高的，然后戴一个帽子，机长，然后小朋友会怕啊，有点像警察嘛，他就会说我是机长。今天要乖乖的，然后很严肃。这是我的飞机，嗯，这不是你的飞机，不是你爸爸的飞机，你要乖乖的。你乖乖的话，有东西吃，有东西玩，嗯，听到了没？不乖的话就把你丢下。每一个机场都有这个服务吗？你可以问啊，你一定可以的啦，你机场可以啊。有的时候机场的门是关着的，没有，机场门是 open 的，你进去的时候是 open 的，或者你就跟那个空服人员讲说。我需不需要进去？我需不需要进去说机长？你需要这样是不是？需要摸了。你有没有变了？讲一下摸机长。假如够帅的话，我相信你。摸机长，机长就会跟你的小孩说：“这是我们的飞机，而且是你的飞机。”我还说机长，我不关。只要小孩子吵，跑步，跑从头跑到尾，他的精力也消耗掉，对不对？就跑跑跑跑。那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就让他一直跑啊，嗯，跑高了，对不起，就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真的把我吓坏。跑一看，他就站起来，记得写信回来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说对了。跑跑跑，然后，不见了。哎呦，看不到了，怎么不见了？换你跑了吧，就换我在跑呢，我在一直跑。一直跑，要把他弄替跑，一直跑，替背跑。我是一直问路人，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7岁小孩在跑过去？对，慌了，谁慌了？谁看到？大家都在忙，谁要看你的小孩？对不对？你就一直问嘛。我刚刚把这小孩带出来，我妈还说句话：你不要给我毛手毛脚，你不要给我动手动脚。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试试看哦。OK， 你少的打他，你又跑的可以哦。你不要说我这么疾言厉色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不是那样带的。我说妈，你以前也是这样带，你不一样啊。你跟他一样吗？他多大？你多大？他现在不会九九乘法表，他现在画画，你画画吗？你多大？你跟他比吗？就是我妈妈就护着他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受不了，我就是。我眼睛一亮，我就完蛋。我说回去怎么对妈妈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孩子不见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回去，对不起，孩子耍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时候在看的时候，在那边等，故意避到他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跑回去了。OK， 哦，很聪明。他早就到餐厅里面去。是。所以我一进餐厅去跟他们要准备讲的时候，看到儿子，我把那个紧张的情绪，像那个急冻冷冷冻，你知道，冷冷冷，就怎么讲？急速冷冻。瞬间的时候，那个情绪，你知道。
要回去要讲。我妈说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来吃饭了。那个饭，哎，你最近是接不到戏，进来，你最近是接不到戏，只要来我们节目上演。